哎呀，小白，小灰，来吃饭了哦。哎呀，你们爱吃的冻干。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自己的角色。倩姐是家境优渥的悠悠。悠悠，家境富裕，白富美。是我。卓姐是悠悠的邻居，独立女性，盛楠。郑哥就是悠悠的公公，准确来说是前公公。然后还有男，24岁，初入职场的警察。初入职场，听见了吗？怎么了？你是在怀疑我吗？走着看吧，小警察。不会吧？不会在这个案件也要怀疑我吧？突然叫嚣。匆匆7岁，悠悠和悠悠前夫的儿子，应该叫我什么？妈妈。妈妈，真的吗？哎，是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眼。真的是你，妈妈。暂时还不会出场，不着急啊。稍后你就会褪去你这身个成熟的外衣，换上一身 baby 的装扮。匆匆梦想也是当警察，好不好？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穿着它了。对，从小匆匆的梦想。你是不是因为第一次当警察紧张？是你是真警察吗？还有别的身份？我是真警察，他还有一个匆匆的身份。这个一般这警察应该不能作假了，应该。那你结巴什么？眼神闪烁，现在脸色还发红。我热。感觉你这呼吸都困难。什么时候开始收网？我第一个把他先抓进去。你不能公报私仇。先旭这次是初入职场的警察，迫不及待最想进入案情的人。对，这一期我主要的任务就是破案，救出凶手。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案件。某年12月2日凌晨，一别墅区内车辆突然起火，主驾与副驾均失去生命体征，现场烧毁严重。调查取证呢很有难度，报案人呢是车主的父亲。由于刺激过大，已经神志不清。猫，都死！我要你索命去死！还我儿子的命！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您不能在这儿。这老人家的家人呢？怎么还没来？老人家，您知道您家在哪儿吗？我送您回去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老爷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警官你好，我是他们家邻居。老爷子这是怎么了？哎呦喂，这不是他们家车吗？这怎么烧成这样啊？哎，车里有人吗？警官，小猫，我拔毛，我吐死，我
和冻死。有吗？警官。有吗？爸。有吗？这是怎么了？警官，我接到电话就过来了。我们家车怎么会突然着火呢？呀，车怎么烧成这样了？车里有人吗？聪聪爸爸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胡太郎来，要回杨村。哎，老人家，你们好啊。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，车上有两位死者，你确认一下，车上的是你的家属。你们能不能看一下副驾驶那位，认不认识？哎呦，这都烧成这样了，这哪看得出来脸什么样啊？是啊，怎么会烧成这样呢？当初花那么多钱买这辆车，就是为了安全啊，为了孩子的安全。老人家报警的时候还是很清醒的，说有车着火了，可我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神志不清了。说是有猫来索命，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吗？哎呀，悠悠，你说是不是你老公虐猫那个事儿啊？小区都说那些流浪猫是你老公要死的，你说你要不要赶紧跟警察说说这个情况？不是，我老公没有虐猫，是我公公他不喜欢猫，我们家孩子也对猫毛过敏。听说你们半年前离婚了，能说说是因为什么离婚吗？我也不想离啊，当时被人拉去赌博。赌博，嗯，说明他外面的人际关系还是比较复杂，是吧？他就是前几年忽然就赌上了，欠了不少债，债主也经常上门。那麻烦你把那些人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吧，另外尽快带老人家去看病，他是目击证人，等他好了之后，我们也要尽快找他了解情况，好吗？好。啊，对了，警察，那个。我们这里啊，有很多邻居都看见了，说网上发的那个去虐待猫那些视频，说都是就是他那个老公的小号发的。你说会不会是那些爱猫的人对这个事儿太仇恨了？就我明白您意思，这个我们会进一步调查的。那就算有再大的仇恨，也不能把人烧死吧？是啊，他们没有家人的吗？不对呀，我们小区安保很严格的，连外卖都进不来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进来？我们去物业问问吧。我们调查监控的时候发现，你老公回小区的时候副驾驶是没人的，可到了小区之后监控就整个被关停了，说是检修。我们初步断定在副驾驶这个人应该是个熟人，你们知道他最近跟谁来往比较密切？我不知道，自从我们离婚以后，他很多事情都不跟我讲了。哎，要不我帮你问问我老公吧，他们是哥们儿，可能没准知道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圣诞姐。别说这个了。怎么没有人接呀？别着急，我再打一个。
接下来就来看看，经过刚刚这段对话，我们能得到哪些信息？来，我们的盛楠和悠悠两位是邻居啊，老公是哥们儿。嗯，驾驶座是悠悠前夫。嗯，副驾驶还不确定是谁，招的认不出来了。嗯。老公赌博，哦，老公不虐猫，公公虐猫，不是，说是你老公虐猫，前夫。我老公没虐猫，是公公虐猫。那个说网上发虐猫视频的，就是你老公的小号，我跟警察说的。悠悠，你说是不是你老公虐猫那个事儿啊？但是在悠悠的视角，她前夫没虐猫。嗯，那些爱猫的人都恨她。你说这些人为了给猫报仇，是不是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？监控也没了，而且很奇怪啊，蹊跷，怎么这么巧呢？然后她前夫和我老公应该比较好，哥们儿之间知道比较多。但刚刚打电话的时候，暂时是无人接听的状态。